就从人道主义出发，应该去救这些人。所以现在欧盟受到很多人道主义是有政不同政见人的一种谴责。È inimmaginabile che un continente come quello europeo volti le spalle a popolazioni disperate che vengono dalla Siria, che vengono dall'Eritrea, che hanno diritto ad avere un asilo nelle nostre città, non solo in quelle italiane ma anche quelle europee. Dobbiamo decidere il soccorso in mare, chi lo deve fare e perché. Chiediamo di non essere lasciati soli, non tanto nell'emergenza in mare. I nuovi schiavisti non possono pensare che l'Europa consideri questo problema come un problema di serie B rispetto ad altre questioni che...affollano la nostra agenda。 当然移民这个问题，偷渡这个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你看我们刚才说地中海这趟线，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偷渡客线路。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还有两条，就是移民非法移民和偷渡客的通道比较热的。一条是刚才我们说的从中亚这边啊，取到俄罗斯，再从乌克兰到捷克波兰，这是一趟线。还有一趟线呢，就是存在于北美，就是墨西哥到美国。他这趟线呢是有很多中美洲甚至南美洲的人进入中美洲之后呢，然后通过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境内，然后爬火车呢来到这个美国墨西哥边境，然后从这儿偷渡。美国每年都花很大的力气来打击这种非法移民和偷渡，但是挡不住。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南美洲、中北美洲，它整个的生存条件照美国比要差的很多。很多人到美国就是寻求一条活路，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所以经济上巨大的悬殊，它是造成偷渡客的重要原因。所以一方面是经济，一方面我们刚才说这个难民现象，就没处可去了，我只能是寻求一个安稳的地方。自从1959年以来，不断有古巴人想方设法离开自己的祖国，每年都有大量非法移民死在去美国的海路上。为了救助海上的难民，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大量的救援船，甚至连美军驱逐舰也加入了搜救行动。偷渡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大量别出心裁的难民。2003年，美国海岸警卫队抓到12名企图偷渡到美国的古巴人，他们将老式卡车改装成货轮偷渡美国。不只是大卡车，偷渡者还曾用简易木筏、汽车内胎、冲浪板、救生圈、捷克汽车和出租车改装成偷渡船，自制各种渡海工具前往美国。这些车船在被拦截后都被美国海岸警卫队凿沉，沉入海底。但其实偷渡这条道，第一个，他们向往的欧洲美国并不都是天堂，你到那去之后呢，很多时候取得不了合法身份，往往被当时的一些黑帮所控制，或者去打黑工，收入非常低，甚至不明不白的在当地就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有可能客死他乡都不知道。就说你到那去也不一定是天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整个偷渡这趟线啊，险象环生，充满着各种不可知的风险。